杨幂黄晓明关晓彤同框，比流行手势暴露年龄，杨幂正经关晓彤卖萌。2018东方卫视电视剧质量盛典在昨日举行，娱乐圈众多知名演员明星到场，如杨幂、黄晓明、张国立、关晓彤、王珞丹、吴奇隆、王凯、靳东、江疏影等近几十位明星。杨幂一身裸色礼服温柔优雅，黄晓明一身西装也是非常的帅气，关晓彤当天的一身装扮引来网友的吐槽，这是得罪造型师了。当晚黄晓明、杨幂、关晓彤、邓伦四人被请上舞台同台，主持人请求辨别归纳一下70、80、90、0盛行手势，他们的不同手势真的都暴露了年龄的差距。杨幂与黄晓明摆着老式的敬礼手势，关晓彤则比 V 可爱卖萌，邓伦则比手指爱心。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，杨幂、黄晓明、关晓彤、邓伦等人都有着不俗的表示，成就优良，如杨幂主演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黄晓明主演的《琅琊榜之风起长林》，还有关晓彤主演的《轩辕剑之汉之云》和《极光之恋》等剧，都有着超高的收视率。